通缉令。咽炎是藏在嗓子里的罪犯，嗓子干痒疼痛，刷牙时还会恶心。你很可能已经被咽炎盯上了，不良习惯、空气污染、环境改变，像一般中国人受到他的折磨。想知道引起咽炎的因素吗？如何用药才能对抗它？中医西医权威专家手把手传授一套实用的方案，让嗓子回归清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